这里是我第一次跟同浩约会的地方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突然好想知道同浩跟你在一起时发生的所有故事。既然忘记了，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让它成为以后的困扰。旋转木马虽然很浪漫，但是坐在旋转木马上的两个人始终处于平行且追逐的位置上，永远无法共行，永远没有交集。单俊浩第一次约会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